山丘。你不要自己。啊，走走走走走。我立刻爆炸。好，请弗瑞斯特有参加跳绳比赛的老师，麻烦。九八三一，二三，好了，哦，好了。他不走哎、欸！好，福瑞斯特有参加跳绳比赛的老师，麻烦我们的师请到我们舞台前方集合。啊，你过来呗。如果小鸟来的话，你还会哭哭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小的可以，大的不可以。小的可以啊，大的是哪一种？像长颈鹿一样的。哪有长颈鹿的鸟啊？不走哎、欸，他不走哎、欸。好，请弗瑞斯特有参加跳绳比赛的老师。